他不，不是你不能弄那个。对，那对面就决定那个清理发明，然后到排异我们到时候再商量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们的队名是清理四大美男。我们定一个，定个。我是第五个。首饰我们定一个吧。好，首饰定一个。清理四大美男是吧？这个。什么？好乱啊你们！华丽的华丽，这个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四大天使，四大鸽子，四大鸽啊好。你知道四个人哪些人？知道。他们四个叫宾馆。啊啊，你们四个叫什么？我们叫。你们四个名字叫什么？养生就我们三个人，目前是三个人。对，他们宿舍叫夕阳红，夕阳红在这儿，没到你们宿舍呢。好真实。宿舍叫夕阳红，来吧来吧，差不多好像。来说我们宿舍的名字叫做3321，养生十号院。可以的，因为你们真的很早睡。当然，有一次他们起得很早。对，有一次我10点多过去，你们就已经睡了。不过他好像是没有没有没有，还好吧，我们都他一般都是作词创词。也很努力练习了，只不过是最近可能会早睡嘛。哦，好的。我们其实一般起的也很早。对，我们发现起的也很早。乖乖宿舍，乖乖宿舍。那个 VJ 你手抖吗？洗了两针。他是酸，他累了。手是酸的，他累了。不过是快乐的。好的，快乐的。不叫三人行必有一老头组，老头，老头谁啊？老头谁啊？哎，先别指嘛，别指，别指，不要指，不要说出来。你们都不知道谁。天天刷微博，转发分一亿，新年锦鲤之王就是你。